月亮兔子豆沙燕菜月饼，用白色燕菜上色在星星的部位，用粉红色燕菜上色在兔子的脸部和嘴巴，用黑色燕菜上色在兔子的眼睛和鼻子，用黄色的燕菜填满在月亮的部位，用白色燕菜填满在兔子的部位，用黄色燕菜倒入月饼硅胶模，不需要填满。待燕菜半凝固，把豆沙馅料捏成这样的形状，然后放入硅胶模里。豆沙馅料是18克，现在用黄色燕菜填满，然后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，就可以脱模。现在脱模啦，这样就完成啦，月亮兔子豆沙燕菜月饼。喜欢的请点赞加关注哦。